王子秋生意二日化身屈臣氏爱你不费力公益大师，自曝自己其实是健康纠察队，结果因为生活太无聊惨遭嫌弃啊。夜生活，夜生活确实比较少，遛狗，然后河滨公园嘛，夜生活比较少，因为其实我也算没有那么晚睡的人。利润，你有嫌你那个生活太无聊吗？有嫌过，有说哎蛮无聊的。就是，其实我蛮宅的、啊。那只有嫌你无聊，还有嫌你什么？没有，就无聊。所以那一段恋情就是维持多久啊？就无聊。没有啦，其实朋友也会亏啊。你这样子又没有乐趣，又不喝酒、不抽烟什么的。对啊。但是我有自己找到我自己乐趣的地方啊，比如说我最近迷上了网球嘛，最近其实网球最新的跟就是昆凌、杰伦哥他们去打网球，我还在上海见了那个费爸嘛，对，很荣幸。杰伦哥哪一个谁的球技比较好？哇，当然是杰伦哥，因为杰伦哥是他带我开始进入这个高尔夫球跟网球，每次运动完都会那种身心舒畅的感觉。希望在明年35岁，我不知道公司有没有听到。对，有公司有听到，有在计划。喜事啊！有，他们有听到。希望有机会啊，因为也很久没有音乐作品了嘛。对。那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不然看我弟昨天那边发限动，他要出音乐作品了。对啊，刺猬是不是？有一点，还好，还 OK 啦 ，OK。